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观看牛奶大师频道。那今天这款游戏叫做《春秋英雄传》。那这款游戏大概是我20年前、十几年前的游戏。那这款游戏其实是讲三位主角的故事。那其实这个游戏其实我记得是一本小说，然后小说也叫做《春秋英雄传》，是苏逸平老师所写的。那我是觉得这款游戏其实剧情还不错，也耐玩度也蛮高的。那因为连到久远，所以在 Win7 的系统之下有一点破图，我是不影响游戏啊，游戏的进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片头曲吧。看完刚才片头，大家有没有有点热血呢？好像也没有到很热血。然后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游戏吧。那这款游戏有三位主角，那林小白难度低，然后再一个秦楚儿难度高，再是易怀沙难度中。那有个有些介绍跟什么能力值，那我们就先从难度最低好了。林小白。豪哥成员处事乐观，很有魄力，因为失忆哦，对往昔岁月有些迷惘，但没有影响到他坚决的人生态度，非常看重朋友，同时也相当尊重女孩子。由于对自己的生活迷惑，有时会故意逃避卷入感情，以免给他人造成困扰哦。好，他是人类。那生命然后那些不管啦、啊、好，那我们就先选林小白开始游戏。教学序章，好，进行一下教学好了。续梦，林小白进入梦境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旷野雾气在周围弥散，风轻轻地吹着，远近听不到一点人声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林小白默默地问自己，眼前的一切都似曾相识，然而仔细辨认却又完全陌生。这是一个教学关，将提示你各项操作，因为是梦境，所以不会死去。哎，是不是好玩？好 ，OK， 我们开始游戏吧。小婉，阿宁，三哥，他们找到宝物了，过来看。真的，快点。你只需要在目的地点击左键就可以找到对方。怎么感觉那个哦？等等我，感觉那个找到小婉，感觉那个字文字跑有点快，我们先存一下档。OK， 我看一下音效，大一点。
找到，快去与三哥多等我们。如果不知道干嘛，点击右面的调动卷轴，圆盘的系统帮助说明，可以找到操作讯息。要走，我看一下这个任务简报，找到小婉，跟着他。找到，快去。如果要知道地图错位置，可以点击圆盘的地图图示，或者按下贴图键，加入队伍。你可以发现英雄栏多一个头像，在上面点击滑鼠左键，可以看到队友状态，找到三个人。哦，好，不管，还是梦境嘛，等下都不见了。地图，和地图啊，地图一样的，然后去走。哦，这个吗？哎，小婉，你快走，这里危险！我靠，真的是全死。三哥，哎，怎么样的？小婉呢？小婉呢？这鬼！别慌张，别战胜他们的体力攻击，用你所中的剑指向他们，向他们头顶点击。我刚才没有按哦，他就跳掉了。你看，又跳掉了。你是谁？会打我吗？哎、欸，会，真的，我要打他才会打我。还能复活？哎，二连斩，做得很好。刚才还是战斗，现在要变村落，这是幻境还是现实？人生茫茫，坦克起伏，动态平静，关键看你如何处事。如何处事？我是等他跳完比较好。读速度比较来得及。那里的地上有金木水火土五种资源，先把它们捡起来。好，看到了。另外，打败敌人的时候，也可以得到金木水火土五行资源。就这样。OK， 好，点一下吧。木水土火金，好特别，它是金木水火土当那个买的东西吧，不是金钱。你看看，有讲得到资源去购买各种物品，资源根据五行分金木水火土五种不同物品所需的资源是不同。现在你必须买三样东西，记住：铁匠、太极剑，再来阴阳四买我镜符。OK。问啊，干什么？你看到购买时将滑水掉人物身上，有标配两张脸的，快了，太快了，没走那么快。必须在买到这些物品后，打开原版上的物品栏，在物品上双击左滑鼠左键，就会自动装备。OK， 好，快点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每次对话出现物品就会哦 ，OK， 好。他刚才意思是说。就是每一次跟他们讲话，每次卖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买进太极剑，然后管他多少钱都买就对了。那、啊、这还是卖出？听说首饰装备栏，好过关，去买他专门买的东西。那这么多就买一个啊？这个吗？你只能买这个，自动恢复法术值，好像很厉害，很好。你知道怎么装备的？那去一个预约，那是传送点，那先装备吧，点两下就可以了。OK， 哦，我家附近有狗在叫，大家可能听到狗在叫声音，我可以进去。声音传来，芸芸众神，五行参见。他们也许是你的朋友，也许是你的敌人，但通过那些传说中奇人异士的召唤之力，他们将为你随从。生母
人主土，鬼主水，神主金，随从是可以帮助你战斗。所以说每个怪物都有它的属性，那属性相克会比较轻松一点打怪物嘛。哦，属于整个队伍。我跟他讲一个重点，就是我打跟他打的经验值是全部共同拥有。随从级别属于主人同域力，从账户角色看到随从的级别提升，但也付出相对无形资源。OK。听过新的传说吗？我是在人界仙界来自自如的闲散人。只要你提供足够的资源，我可以为你其他新的帮助。草木好，就一个人，太乙真人，此仙拥有防毒麻痹特技，买就对了。还有吗？这是你的身状，草木道具。那、啊、他人呢？随从看到了。哦，哦，右键可以看到那个他的资料。天外飞仙。太乙真人，蓬莱山中客，千百年斩雀山师，得到其法身为玲珑宝塔。我看你其实还是这属性，只有这一本法术秘籍拿去研读。记住道具了哦，火球之书，火球之书，火球之书。啊，阿林，快来救我！有鬼在追他。好自白啊！火球术，点击圆盘法术，再装备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有危机哦！他怎么不会动啊？哎，哦，看到火球之术，右键哦，右键右键还可以学，那就有了。然后点两下装备哦，右键发射，哦。找不到了，怎么办？我一下，怎么会这样？超帅，超帅，会当掉了。看人，哎，这个当掉了，好烂啊！他是断掉了，那我们读取吧，还好我帮他读取。不过有点好，我们看快一点。刚才买了吗？哎、欸，刚才买过了，再读一次。OK， 好，我们再重来吧。好，走。我看过有没有看？确定，确定。道具，随从，装备，好，快！有三只啊，是那只刚才没荡掉吧？很好，三只过来了，很好。哇！有了，谢谢你，阿林，你救了我，谢谢你。
不见了。不仅要力量，只要帮自己，帮助朋友和他人。你会知道为什么的，只要你不停的去寻找，你会明白的。你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觉得你非常熟悉，又想不起来。这里你会面到敌人，你可以用刚才学到的本领和战斗。你跟敌人都有快变，没有心田，能不坏迷雾的人就他自己。等等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我。那现在嘞？好离的吗？打我？你在我这边无理的吗？谁是密室啊？水虫没什么在攻击的，到底有没有在打人啊？你要听到在打，小婉应该在这。少虫，是我，我来带你离开。你是谁？好像很熟悉，但我想不起来。少虫，快走，这里危险！为我报仇！报仇！你不想说我出来？你逃不出去的，好恶心啊！恶心死了！这些虚幻，你虽然可以骗我眼睛，但骗我的心，全部消失吧！这是一场噩梦。好，第一关。情境死牢。黑暗中，林小白蒙弟弟坐起来，周围黑黑的，你就看到杂乱的草席堆在旁边，外面是肮脏的走道，墙上插着鞋把，不，插着火把，将走道照得忽明忽暗。杨明玉逐渐渐走近。主甲昨晚又输了一把，真是没透了。你胆子倒不小啊！现在的头儿就几项款可言了。如果他手上有的你受了，就是那个蒙恬哦，蒙恬。听说他以前还做过将军，就是因为不会做人，才被整下来派到这里来。想不到还是那个臭脾气。哎，这有新的犯人，半个月前挪进来的，而且还是重犯。废话，我们这里哪个不是放了17、18条死囚啊？这人不一样，听说当值里头臭是由。白君侯亲自押来的，林小白，白君侯，你说哪个白君侯？天下难道还有第二白君侯吗？这白君侯是武安君，自然是他老人家。那这个犯人什么来头？居然武安君亲自押送，不太清楚，只知道他叫林小白，好像是袍哥里的人物。林小白，你听过这个袍哥里的人物啊？而袍哥人马脱粉全部，武安君怎么会押送这样的人呢？这就不清楚。听说袍哥死了不少人，外道有件宝物，什么宝物？不知道，管他的。是死是活，进了情境时牢，就是个没出的人。说的也是。哎，什么大号？有很大吗？没有啊，怎么？没什么，大概是我搞错了。这个鬼地方，什么味道都没有啊？两名狱卒要向前走去，声音越来越远。今天应该去翻本，算了吧，我看你还收敛一点，免得影响完成任地。那个押我来的人，莫非就是情境第一将军白起？他身居显位，怎么会为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亲自出马？他想了一会儿，用力在黑暗嗅了几下，是有股怪味道，奇怪，像是死人的气味。引出传来一声惨叫，秦国死了。是中毒的样子吗？什么声音？不知道，有些像是老河的叫声。去看看。仅仅死了太多那个血池感觉了，不大对。那股死人般的味道越来越重，好像有东西在接近。那些是什么东西？
知道？好像是死人。我们说死人怎么走动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么看上去的确不像活人啊！来了，快跑！那囚犯怎么办？摩天追了下来，不好！老板钥匙滚去，掉到地上。医生，现在活命要紧啊！别管钥匙，你不走，我可走了。我不是不管你们，我就是只能大家跟着逃命吧。地上钥匙，师傅一时快要走了，门根本就是开的啊！你看，好、哦，先等等吧。我刚才，所以刚才那个只是练习，就是金木水火的都没有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有杂术，虚火200，这什么东西？好，先放着。有装备吗？没有水虫，没有装备，什么都没有。任务简报：逃出秦国死牢，你小白必须活着。地图，哇，好多好多人，怎么办？小心点打，能不能攻击他？哦，我知道什么，有没有？我没有武器，怎么攻击？那怎么办？救人吗？我不能打他。好吧，先走再说。没有武器打不了，他要打我吧？会，他要打我，他会打我。那什么东西？中毒吗？好恐怖哦！怎么办？我现在不能打人家了。我听好多叫声哦。是被杀死的声音吗？我边走边走边存档。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玩这款游戏还蛮害怕的。哎，哦，巨星是谁？魏双，请快滚到牢房里面去。小兄弟，你是这里的囚犯？是的。这里怎么会有这许多死灵出现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逃出来。阁下是什么人？男人，我叫魏双琴，是来救一个朋友的，游幻北，你知道他吗？我才入狱不久，他是囚犯还是？呵呵。请看，请你好长，不然虽然不知道他被关在哪个牢房，那我们去找他吧。咦，你们怕死吗？你刚才救我们一回到，想像被你找你的朋友有什么可奇怪的？好，我数一二三，数到三，送去，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性命攸关，不要离我太远。帮助魏双找到关游换北的老板。我有限时间哦，王八蛋！哎，是明明就是我带啊！可是他在哪里？啊，村长不会算时间。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啦？我看到了，是他吗？他很悠闲的站在那里啊。这里面有人，重新看看。好的。Is you？ 果然有人。尤兄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尤焕北，是你。你认识我，我们曾经约定今年要再比试一场。友兄，我都已不认识自己，你居然还认识我，怎么说这样的话呢？阁下恐怕认错人了。友兄你在说什么？这里发生可怕的变化，情况紧急，请赶快出去吧。可怕的变化、啊、这世上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变化？我们有话出去再说。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。友兄，你们快走吧。小兄弟，你帮你打他们和挡住敌人，我来说服他们。千万不要以命，以太为命就援不到。你这人真奇怪，就有强抓住了人，就有强让出狱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不能攻击人家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不能打他、啊。你看，神越来越多，我快顶不住了，我根本没有顶啊。可是他还不肯走。
有些人会经历的非常自卑，失智、心智是又非常自罚，拖他走了。哦耶，杀了，杀出去，等到捷运大门就可以出去了。保护游晃北离开秦国死了，这没有新时间了吧？哎，这并不知道这款游戏有没有宝箱这种的，可以。哎，游晃北。看来是没有宝箱的，对。我看绿点的是这个吗？怎么过去？好，我们绕过去吧。合集。好，因为我不能打嘛，所以打不好。余杭北。在鬼叫烦死了。哦，将军，这些死灵都杀不完，再不撤退的话，我们恐怕也逃不出去啦。哇，蒙恬，住口！擅离职守是军人最大的耻辱，保护囚犯们一起出去。可是将军，尽心尽职，再有劳乱军心者。刚才自己想升官发财，让我们垫脚。妈，老子不干了！站住，快打！站住，不许逃走！帮他一次啊！大家都预设所说的蒙恬吧？这人到底算是条好汉？所以呢，先存档，保护永化北，离开疫情过死啊！英雄啊，必须活着！所有英雄必须活着！有几位上官相助，事情好办多了。多谢，各位将军，自己相当危险，还是赶快逃出去吧。将军，逃跑三个重犯，我要去把他们救出来。那我们跟你去救人，为啥有军人？我们一起去。救人时候，分身之事，而且一场为几位非军旅中的，不需要与我一起涉险。何必说这些废话？我们一起去就一起去。魏大哥说的是见义勇为，我们等当然不能做事。先行谢过，救出三个囚犯。人家跑太快了吧，然后他不动啊，然后跟我们一起的，是不是？不早说。出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是，就现在。我还不能走吧？我先读取回去了，我先存一个档读取回去。刚才是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这个？还是这个吗？对。好，我们继续救人。还是本来就不用救了，因为我刚没地图了啊，以为是这边啊。所以是救完再回去找他吗？啊，先不管，我们先再绕一圈。反正地图不大。欸，我可以打人。好，看到了。是魔物魔头，我们获救了。是有武器的啊，还是现在可以打的？哎，对了，现在能打了，可是我打不赢啊。我有法术吗？我有法术，我有法术，治疗术，
这条树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啊！我要打啊！我要杀完他。打不到他，好牛啊！哎，我是不是没什么攻击力？可以看我的状态吗？经验值在哪里？哦，修行，上去修行65，然后复活哎！好啊！我到底有没有升等？哎呦，有升等，那我们就打一下吧。三爆连，三爆连，好好好好好，升级的意思吗？25。都要复活哎！好恶心哦！我走我走。哦，所以刚才那个算支线任务啦，你不解没关系的意思。我继续倒立还是解一下？好啊！现在先练练等，然后可以让复活原地复活，我们去站那边就好了。不会打的，好，我们走，快走。升级，升级。那加什么、啊？随便啊。防御，攻击，打攻，决定。耶，走路。终于出来了。小兄弟，你身材不错嘛？哎、欸，以后没那么远，为什么还要再把我带到古奈的世界上来？为什么？某某总算未如使命，有黄北快点过来，存档 OK Go， 出门啦，回家啦！多谢各位相助，不必客气。月中阴森昏暗，看不清楚。你们两个莫非是？是什么？突然变得严厉，莫非你们是死牢中的囚犯？啊，不然的。不错。难道你们想越狱潜逃？你们想怎么样？我又在休想。哎，一个个自己逃生犯的追求，原是你们施者。又说什么？意思语是，更何况我们若要逃的话，又何必助你救人？那么你们是打算归案的哦？不打算。本就有许多冤假错案，如今洗头又归什么案？更何况蒙将军被派到此处的原因，不也是一样？这只是某某一个人的事情，却不能因私废公，要走过了我这关再说。我靠，跟 PK 是不是？这样我待定了，要留人先把我命留下，那就把命留下吧。哎，早知道刚才不帮你了。上啊，上啊，打不他。哎，打不到他，怎么办？他血没有损啊，谨慎，很好，很好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所以不杀你，我走不掉，就算天涯海角都会追到你们。
们将军听到这首念配不得罪、奇怪、欸、所以我放他鸽子会怎样吗？算了，等再说。OK， 所以第一章我们就结束了。降妖滥杀零，连长零，好一二，过关时间13分15秒，议事跑出档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放鸽子会怎样吗？我们要回去看一下。村庄不急，像这样路过的小村庄，平静突兀的删掉就开始游戏。好了，我们先村庄补给好不好？这个村庄可以做些准备。我们现在有长路要走，好，我们先在那边存存档。那我们去看一下，如果我们放下鸽子的话，不是这里，这里吗？哎、欸，这是刚才那个，没错，应该是这个吧，这个。好，我们放下鸽子。就出来，说他先回去了。喂，快回来！将军，你危险！他们在说，我又不愿意离开。我这次为何不可走？你今天从我……哦，所以这个时候才要讲他为什么不肯走，刚才没有讲。我兄弟，有你在这霸道吗？又要再多讲了。啊，回来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这次老兄，你说我没习惯，莫非不是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他都会回来。都要打的对了啊！就一样嘛，都是要打。好啦，那我们村庄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《春秋英雄传》英小白第一章就先录到这边。那下一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录，那也不知道会不会录得完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好，那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那喜欢这款游戏，也可以跟我在我的频道或是我的粉丝专页跟我互相讨论。那或者是什么支线任务，也欢迎告诉我这个笨蛋，有时候会没注意到，或是什么打法什么的。好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频道，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也到我的粉丝团帮我按个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我的影片什么的，随时会更新，随时偶尔会更新一次。好啦，那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大家再见啦，拜拜。